那当初在构想这一个好光镜这个构想的时候呢，我就决定把一些所谓的片刻光景的概念导入进来，那透过这一些光景的切面去组成属于这个场域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因为一开始其实还不知道要做什么，直到走进这个空间了，有点像是被这个空间带着走的这种状态。对我来说，这个空间细节十分多，就是有种一直都看不完的这种状态。每一个细节，就是不管是大的整个大空间，或者是细到每一根管线，对我来说都十分新颖的空间的经验。那这次选用的光也比较特殊一点，是一个360度的环绕式的一种光线，在空间里面慢慢滑移。对我来说，它一边在移动的时候，我反而会更想要去看每一个机器、每一个空间。所以每一条线的那个扫描的动作，都好像是告诉你说，这里还有更多更多的细节，你都还没有发现。我这次主要就是来到这边，知道了这一块香料圈的作用之后，我开始在想一些循环这件事情。然后有一天董事长走了过来，然后他就说他希望这片绿地是会呼吸的。然后因为呼吸这两个字，我觉得蛮有趣的，他是竟然是会希望在工厂的区域里面有个地方是会呼吸的。所以我觉得循环这件事情扣到呼吸这边的话，它好像是变成是一体两面的，因为我们呼吸也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所以它其实都是在一个循环的下面去操作的。然后我就注意到了，就是香蕉圈这上面的就是袋子，注意到它上面的孔洞，就觉得这些孔洞其实是为了让香蕉去呼吸嘛，避免被蚊虫叮咬，然后被我们食用这样子。所以我就在想说，那我来做一个物件，它是可以让自己去保护自己的好了。然后我就在想说，是否我可以用它自己本身的一个纤维，让它成为自己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自己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做保护这个动作，所以我选择让它像是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就是用塑胶袋去套着让香蕉长大的这个概念，让它变成是用它自己的方式来帮助它保护这片土地的一个概念。当初来到这边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实际上就是我就一直在这块地方去一直绕，去寻找就是那我该用怎样的一个媒材，或是怎样的一个方式，才能用我的画或是用我的一个视角去诠释这块地方。后面我决定的这个材质呢，它是喷油管。那这个喷油管线呢，当初我看到它，我就觉得就是它了，因为它本身承载在工厂它整个制造的一个痕迹，它本身它的曲线是非常的自由的，所以我后面运用了这样的一个材质去做我这次的一个创作。当我把无机已经导入到一个有机的环境的时候，我也相对想把有机环境导入到一个无机的一个环境下，我透过收集这样的一个在公寓中的一个有机物，包含是动植物，还有是水啊、土壤这一类的，然后透过那个显微镜把它拍摄下来，并把它编列成一个影像，最后这个影像呢会再投射到那个工厂内部，进而赋予工厂它一个与它之前不一样的一个空间的气氛，或者是像一个生命的力量导入到工厂内部，赋予它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能量这样。
那我希望观者到了这个空间的时候会体验到一种这个基地它经历了某一些元素，它停下来可是却用另外一种方式再重新生命，就是活起来的这种感受。那其实我觉得创作跟工业都是为了让这个社会更好，或是把我们的一些东西带给大家。其实我们的想法跟走的方向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跟工业绿洲存在是很密切相关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让你可以稍微静下心来的一个地方，一个让你找到最简单、一个最淳朴的一个自己，这样子。